首先要恭喜张韶涵全球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展开第一站。昨天我们在录隐藏的歌手的时候啊，遇到了很喜欢很爱我的粉丝，跟了我很久的粉丝叫唐诗，然后他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，就说如果我可以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在电话那头唱歌给他听，因为这个是他之前以为我真的有打过的一次电话，结果我没有，那我现在就来实现他的愿望，然后我等一下要来打电话给他，要来唱一首歌给他听，现在就来打电话给他。唐诗，我答应你的没有忘记。哦，我现在也在机场，但是我要去台湾。对。对对，我要回去。对，所以你想要听我唱哪一首歌？我的最爱吗？那你昨天怎么没有在那个节目上要求呢？哦，是吗？好好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唱给你听的。他是叫我唱一两句就好。好，好，那你不要讲话，你听我唱歌。好了吗？你永远是我的最爱，不管爱你有多难。我的心只想属于你，无法预知的未来，你试着抱起我，却看见远方寂寞。 OK 吗？谢谢哦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你一定要去上海哦，上海的演唱会11月28好吗？好。他说叫我无聊的时候可以骚扰一下他。好。OK， 我们上海见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唐诗，谢谢。OK， 拜拜。